你能不能搞个漂亮一点？蛮新鲜，蛮新鲜。你这是不是搞的原相机？是的。这个已经是十几美元了，亲。啊，原相机估计是这个，对，我觉得没得相机，没得美颜，全部都是原相机拍出的麻子都看得到。今天啊，那个宝马740挑战这个什么大霸王啊，大霸王这个美女开，740是这位富婆开啊，算得上是富婆。那怎么样？你们两个 PK 一下，看哪个是王者，好不好？有没有信心？有啊。如果说谁没开上，谁没啊？我一般是谁没开上去就留下来。我们今天要谁开上去了之后就留下来，是吧？我陈博还没有女朋友。好，那我们拭目以待了。你觉得你能留下来不？不能。那这个，我觉得那就留这个吧，留这个吧，这个比较中意啊。是吧 ？OK， 我们开搞啊。哎，女司机，这么猛啊！这么猛！宝马，你要顶一下，宝马顶一下啊！我比你猛多了。尖叫！不是，刚才那个尖叫声，再叫声我听一下，再叫声我听一下。哎，对，就这样子。踩油门。啊。到我这里来，你那个路线是最难的。你那个副驾不行，要我上来。好。你刹车一松，你们就知道，不然你们会飙掉。没有，流汗没有？流汗没有？我没流汗。啊。但是我腿发抖。往这边发抖。不是你那个路线是越野走的路线啊，越野车走的路线啊。往这边开。对，走啊，转大圈上去啊。这儿贴一个东西，哎，旁边打个灯，旁边打个灯，这边打死，
好好好好，走。不是你搬倒，交着给你。不，别打，要倒下去了。到不是啥地方？别打。将我右向上走。哎，怂有怂啥事叫自由吗？有或者有个一路直到啥地方怂？你先不说，你让自己搞了。啊？你自己搞了，你自己搞了。往右前方走，那你倒下去，倒下去，倒下去。一路自由吗？一路送啥？我们换我们的宝马。你坐啥车？不是自由吗？啊？现在往前走就往。你这种情况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挂前进档。好好好，倒下去，倒下去。这个一要副驾指挥的，我不敢让你玩。嗯。好，往我这里开，往我这里开，挂前进档。嗯。走，好，到，还可以左转，还可以左转，走到我这里来。哪一点呢？我还以为你天狠呢，我太累了，不是，我还以为你天狠呢，啊！我这两只个油门，我芝麻都打，腿都在走，我这关走的严重，主要是。现在知道自己实力了吧？我下次换车。下次换车，换车别来了。换硬件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需要副驾指挥的女司机都不准玩，以后啊，我听着都好烦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你下次还让不让我玩？不准玩。不准玩，拜拜。你把技术练好了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宝马够不够力？宝马高一把，来来来，我牵你，我牵你，我牵你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给点面子了啊！太不给面子了，这太不给面子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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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方一点喽，来了，找不着到男朋友以后啊，以后还找不着男朋友了。谢谢你俩。为什么？因为来来乘波波啊。不想跟我站这么近。陈波波最差的女司机来了啊，看看跑了嘞啊。